喜びかみしめて揺れ始めた思いがまだない今热场，对，一出来就练了好久的歌，那到这里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他写的是一个孩子，有一个梦想的孩子，他一直觉得好像长大，因为有些事情他想要去做，可是他长大之后后悔了。因为他发现，虽然说有些事情虽然小时候不能做，可是长大却办得到，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小时候可以做，长大却办不到。你们觉得